能够把这一部分的证言、证词，包括这是还藏匿在民间的这样的一个不为人知的这样一个活的历史，要留下来，留给后人，让历史的真实还原于社会，让广大的世人都能够了解到那段战争的历史，使大家能够汲取历史的教训，能够真正得出正确的历史观，这样呢才能够真正使战争的悲剧不再重演。